家好，我是可爱的小兔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石老师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学习这个可爱的小兔子头套是怎样来做的。用到的材料有160白色8根、260白色3根、粉色2根、5寸黑色圆球2个、白色2个、粉色3个、6寸白色尾巴球80个、白色尾巴球4个吹12厘米头尾相绑、8个尾巴球吹10厘米头尾相绑2组、12个吹10厘米头尾相绑4组、12个吹12厘米头尾相绑1组，用 W 法将2组12个10厘米的连在一起，然后和12个12厘米的连在一起。同样的方法，将2组12个10厘米的连到一起，然后把8个一组的连到一起，之后用4个一组的封顶，最后用8个一组的收口。260粉色白色尾端留一掌宽，首尾对绑对折扭转，粉色白色扭成2个长泡，粉色白色交叉做2个固定到头套两边，2个白色一个粉色吹8厘米对绑，作为鼻子固定到正面，做2个5指宽单泡结作为牙齿，2个粉色球作为腮红，2个黑色球作为眼睛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小白兔的头套就做好了。今天呢，给大家留一个作业，想一想网红抱抱熊是怎样来做的吧。